原标题，光绪帝被囚禁后韬光养晦，说了两句话让慈禧和袁世凯紧张。1898年9月，慈禧太后以霹雳手段发动戊戌政变，将光绪帝幽禁于南海瀛台，此后又紧锣密鼓的筹划废帝易储。身为大清天子，光绪帝不仅失去了权力和自由，而且皇位和生命也岌岌可危。身处牢笼的光绪帝在京剧之余不得不筹谋自救之法。自小熟读史书的他不会不知道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，于是他在逆境之中为了保全自身，效法先贤，韬光养晦，以麻痹对手。此后慈禧与光绪并坐于大殿之上，大臣奏事，光绪几乎从不多言，除非慈禧用胳膊肘暗示他表态，他才随声附和一两句。光绪帝读出画像，1900年1月，慈禧搞起了己亥建储，端王在一之子溥俊以大拉哥的身份进入宫中。虽然是大拉哥，但大家都心知肚明，溥俊接替皇位是迟早的事。溥俊生性骄纵放荡，进宫后更加肆无忌惮，不将光绪帝放在眼里，屡有欺侮言行。他竟然当面称光绪为二毛子，甚至有弑君打算。慈禧素知光绪帝性格刚毅急躁，因此对于溥俊的骄横故意纵容，以为可以使光绪错辱致死。对此光绪帝佯装不知，以呆诧应对。慈禧太后笑下，幽居瀛台期间，光绪手书的一些匾额落款也均有陈全忠敬书字样，他希望通过表忠心的方式换得慈禧的谅解。然而光绪帝一方面装愣冲傻，对政事不闻不问，另一方面又不经意间表露自己的真实态度，这让对手恍然明白对方的臣服不过是装出来的。1902年初，慈禧带着光绪回到阔别一年半的京城，看到正阳门被八国联军炸得残破不堪，有大臣提议集资修缮。慈禧问及光绪意见，他毫不掩饰地说，留此惨败之际，为我上下警惕之子，影视剧中的光绪帝剧照，这话于公而言自然在理，但在慈禧看来无疑是在抽自己的大嘴巴子。于是慈禧颇为生气，最终准了大臣的上奏，正阳门还是被修缮一新。幽禁期间，光绪最恨的人莫过于袁世凯，在他看来，若无袁世凯出卖，他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。去庚子西受从谈记载，在西安行宫时，光绪化成一龟，于背上填写相成姓名，沾之壁间，以小竹弓向之射击，继父取下剪碎之。这种不加掩饰的恨意，袁世凯不可能不知，因此袁心中对光绪重掌大权的恐惧只怕要超过任何人。袁世凯1905年以后，清政府的立宪被提上了日程，在编定宪法的御前会议上，袁世凯滔滔不绝，将一干反对变法的大臣驳得哑口无言。光绪冷眼旁观，等到袁世凯一番精彩的表演结束，冷冷地冒出一句，你的心思我全知道。想那袁世凯也是一代枭雄，居然被这八字空言吓得一身冷汗。也许光绪的做法是为了发泄丧失权力、丧失自由的愤懑，但从政治策略上来讲却是下下之策。与其韬光养晦、隐忍内敛，使敌人放松警惕的目的背道而驰。德宗一世中对光绪评价道，上虽久之韬晦而英锐之气往往不能自抑，可谓中肯之言。所谓韬晦，就是要隐藏锋芒，以退为进。光绪总是在不经意间将真实的自己暴露出来，终究是没骗得过对手。小历史作者顾芳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